Come? Why is it? What do you think of it?中国古代金融生肖纪念钞十连号真诚特发行的消息引起了很多古代成立不满，有的说我属鸡的，想烧糊自己的本命生肖钞吧，很简单的通过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电话，结果告诉我已经用完了，抱歉了。面对大家的质疑，花旗中心表示，今年的金秋纪念钞是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国大、信阳银行联袂发行的，市面上难。